教授，中山医学大学医学伦理学副教授，家庭医学专科医师的哈，来拍这个前台湾基督教医学协会理事长哈，当然张医师这个抬头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，医是咱的好朋友了哈，阿妈是一直默默的哦，出钱出力支持咱台湾人权文化协会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哦，其实我顶礼拜咧找无人要来演讲哦，他在吃饭去啊，甲讲者马上阿沙利没有回去再说再研究，这个就是标准咱台湾人讲，不是在他不在这哦，你请我袂好。哦先印好，他过来想题目要讲啥。先印好，啊想题目要讲啥，这是标准的吼，建国的动机啦吼，好不好？那就再来两下。各位兄弟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意思就是无破病，那破病那就无平安，但是嘛无拄拄啦吼，拄啊，即摆大学拄啊，顶礼拜期末考。啊，期末考了，最后迄个礼拜，我伫中山医学大学教册 Happy Ending 是2:50，哦，伊对7:10啊，1:30吼，啊2:50，啊，我唔知2:30是咱中山医学大学的台语系教授已经过身去，拄拄啊伫我教室的边啊20公尺，伫 ICU。迄、那个廖水平教授，毋知知影无？廖水平教授就是考生界教授了，交赵天奇教授做院长，但无哪行业吼。啊了，交予廖水平教授，啊才做一年。哦、啊才讲小英啊，当选了，咱就使好呾来推广，即个台湾文化，甲咱同款，然后咱人权文化协会拢是讲着迄个文化，文化包括血统、生活语言、宗教、风俗习惯，即个拢总在内吼。所以真多会使来参与，啊，对考生个教授，伊去做组织代表了，就通交出，交出了给赵天宇。啊，赵天宇教授，你嘛爱知影，伊是台大铁学会事件，哦，避开20个教授，伊拢无头路去。迄20个教授是叫冯富祥，哦，创到安尼，拢无头路去。啊，尾啊，就叫做当即马伫。台南大学本来是台南的教育局长吼，郑邦正吼，向阵伫前期的时阵吼，伊请刘天奇教授来去伊遐做本学院的院长啦吼。你想看，一个台大向阵哲学系的系主任吼，啊，叫职业学生黄富祥把他干到，包括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吼，做姓王的迄个台湾啊，伊无。我可以提供一堆中国人吼，那些作者啦，中国文化的作者，啊，马龙伫迄个内底，迄个教授拢做起来无头路，无头路，等到20年后，哦，陈维昭，哦，这个医学的院长就是台大的校长，才平反，哦，那个叫哲学系20年实践，啊，迄个刘天奇教授来遐的时阵，啊，考试开教授拄好去日本做大赛，啊，就伊来教，哦，教了，当然啦，阮台湾文化行业。李克生教授的领导下面做一最好代志，就是台湾第一个台湾系设立。哦，啊，我教出来教授吼，去到真理大学就是马盖医师哦，迄个牛津学院后来变成真理大学，第一个正式的教授来这提到台湾语文学系，了啊都如雨后春笋，啊都哇，整个哦对台大啦、成功大学啦、前移啦、中山医学大学来这讲毛台语文系啦。哦，这是互你想无的，啊，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你这个教授来跟来接，接这个所谓的通识教育吼，啊，为嘛做个医社的院长，哦，医学社会学院院长，啊，起码高我廖瑞明教授，啊，台语也是真需要吼，因为医学上你若不要讲台语，看病对会出错的，哦，比如讲。我把孔医学现在有中山医学大学同学吗？有的话举手一下。哎呦，还有一位同学呢，还没到。在路上。在路上哈。哦，我因拢爱来外边实习的，轮流的啦吼，迄、哦、个 internship rotation internship， 所以因来的时阵，啊，我第一个问题一定甲问讲，有一个患者进来讲胃造作两天，啊，你这简单的话，咱电话你听着，请问胃造作两天，
啊，你有病例要怎写？因为我写病例里面第一个要写 CC， CC 就是 Chief Complaint， Chief Complaint 就是主诉，啊，那个语言是患者的语言，不是医生的专业。哦，你莫用你的专业语言在遐哩讲啥，啊，我因拢讲来拢用专业哩回复啦吼，我唔对，你也用患者的话。结果，足侪人在做做，哎呦，敢那真像讲有啥哩烧嘞吼，啊有啥哩加胃病嘞，啊但是他安怎讲都讲袂出来，应该爱写迄个上简单的英语字，尾后我就归记了讲，好啦，这个叫做 hunger pain， hunger pain for two days， 就是你枵的时在枵做对无？啊，这人台湾人来讲，足简单的。常识啦吼，差不多是，你都免教，咱的爸母的话留下来，啊，咱就知，啊，像这款人伊也无，啊，因你讲的英语是呐，啊，都呐 discomfortable， 啊，都呐 fullness， 话无讲遐长啦，啥好歹拢无关系，拢无共款，所以你看，干那一个，迄个想法，啊，是讲语言的了解无共款，迄用语也无共款，嘛是害死人的吼，啊，用这回提醒讲，因接下来全国哦，全国无一个。一行一行先，需要来我一间小小诊所内底做迄个实习，啊，来去签名吼。那以前你凭借的是搁来翕相登记，来交教育部吼做凭借用，就是要让伊知讲这是重要的，因为语言也无通，对不对？来看病大概80%拢是讲普通话啦吼，啊，一部分啊才讲啊，有时候来讲普通话，不是北京话啦，北京话真神儿，啊，你有理由照反无罪，有那个不过还普通话来讲不出来。我你不晓得你问阿弟啊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陈水扁。你啥代表？我叫陈水扁，高美帅。所以就算是普通话嘛，是真正是个怕娘。我还有做些老外来看病，哎呀，老外，伊歪去用做，伊知我去阿种乱创作就对了。伊嘛根本来我旁边，明知我带动，伊嘛来，我比较嗨啊。所以这个是 credit 啦，有信用吼。好，啊我这个教授伊即马接在考公。哇，即摆选举了，要好好啊，安怎安怎？满百会寄人讲，哪会知讲？伊就官边是一礼拜吼，七天，尾啊，迄个张德强牧师啦吼，去遐来谈，伊就甲牧师讲，牧师老实咧，如果像我济人，明明我拢是拢捌看伊来拜堂咧，真正伊无来，毋是无来，是无缘甲无来，但是尾啊，伊个别时才知影讲，啊，伊细汉时拢寄入牧师娘，甲饲个啦。老爸吼，啊，做汽车，甲许做迄个蔡英文老爸同款做汽车收配厂，但是共背书背书了，将去走路了吼。所以细汉一直拢换来换去，啊，较固定的时阵，大赛有无数人甲收入。所以你细汉的时阵做就出入，甲大汉起码才几岁呐？六十一岁哦，讲啊对着，拢好好人呢。因为过往前一礼拜八点钟，有法度啊个嗨，又告诉。我一家先拢加减来消毒吼，我哪知讲什么？什么七天后、第八天就要创的？啊，刚才张德强牧师家己讲哦，你要洗礼吼好，啊，到第二天啊，到要入六万啦吼，然后带六万的牧师甲长老甲行洗礼了，第三天就分袂，一直到最后第七天，等于是讲开是满七天、第八天的时候，牧师最后知影讲弥留吼，也是要甲祈祷，啊，看到已经分袂啊吼，你知影无？祈祷了最后。阿嘿，伊嘛都系阿嘿，安尼，好发生事件一个，我这个分娩啊，骨头化阿嘿，啊，代表一个平安过去。啊，顶礼拜六伫六万教会做告别小事吼，你也知影，伊福音是家己写，写好放伫 Facebook， 但个伊过后庙才叫伊囡仔甲播出来，所以伊家己邀请大家来参加伊，袂使带背包来，唔免带哦，迄个什么拢唔免，什么连衫拢无，哦，恁就来。甲我分散，我化为千峰，我一般我一条，我伊啊，迄间就是放下啦吼。啊了，伊个两个囡仔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两个，啊，迄查某囡仔才十几岁啊吼，起做答谢吼，啊，拢头到尾拢台语哦。吼，这后面干了事到二八啊，咱你知影拜六刚是投票呢，啊，两点的告别式呢，有人到四点还搁投票呢，但是我去，伊只有甲人讲，啊遐。伊迄早起人甲大家答谢，就嘛讲讲爸爸吼，今日是上欢喜的代志，就是恁即马转去已经看到小英变做台湾的总统，为着安尼甲大家感谢吼。迄、那个场面你知影无？所有的人吼，目镜拢擘起来了笑。哇！比如说刘耀华教授一个话后壁气寸球，讲哪会安尼？啊，几句话到会感动啊？你有啥感动啊？
因为这产品有法度替爸爸讲出疼台湾的心吼，所以这个病医嘛唔知影，那会用用。所以咱今日要甲咱讲的医学的秘辛吼，迄就是医学上有真多，咱唔知所在。你有时啊，听我看，哎，赵万春因囝蔡成阳，什么六十六岁心肌梗塞的挑伊，哦啊，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院长哦，嘛顶礼拜过伊讲，六十多岁啊，哦啊，搁一个高雄台南啊，成功大学医学院院长。嘛，最近过往拢是六十通啊，左右啊，哦，所以四拢是这个位，差不多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一个门槛，这个门槛，比如怎讲，迄、那个年岁有甚物款的病上多，啊，咱嘛在提上话吼，我即马先预言啦吼，过三天，咱就要清零，到拜六迄天清零，礼拜一天上零，一定阁规定啊，我就要阁开出境证，今日出境证你啦。哎，希望这段顺啦。哎，一定会开的啦，拢按看起啊，拢有使搭迄个吼，哎，国教院士的迄个会场吼，所以这就是一定要小心哦。特别啦，九十四岁姓李的，或者李定辉吼，应该已经练了一干个哦，消化失调变态了，即届大练完成一种变化哦，所以真危险哦。这款物件咱听讲不好玩啦吼。总而言之啦，今日咱要。对以下来大家讲起的时候，不要大家讲，这前面有没有一张啊？没有 ，OK， 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咱人的迄个有机是啥？有机是啥物件？肾。啊，我伫超三十年前吼，你看病的中间有一个咱台中真出名的律师，华县的姓蒋，蒋律师。啊，啊，你搁知？伊来看病拢干哪个？看看了，三遍伊就讲好，但是你免开药，我倒伫现现经就好。你二遍是现现经尔，哦，伊的信用足好啦吼，我嘛无话讲。但是后来伊就因囝吼，遐阵时呢，台中一中是我的学弟嘛吼，啊，佮基督徒的家庭，啊，所以因妈妈伫台中家乡咧教书，我啊就包括因的奶奶啦吼，八十几个人我拢看，但是无人亲像爸爸安尼，遮尔。高胆、较天气吼，买食药啊，拢总很正经吼。啊，即款情形，我嘛真无奈啦。啊，无你变做你袂使强逼伊食药啊。啊，遐阵啊少年嘛，身体也袂歹，检测熬得过去啦。那也知讲最近啊，读个迄个成功大学伊就过往哦啊，所以，等到这个囡仔伊放跳来讲结婚典礼时，我去新天地有请，哇，遐律师啦、法官啦吼。因爸爸以前在南方已经做法官了嘛，所以足侪后来摕来做律师，足侪好朋友去甲新天地。不过在在讲伊娶，伊迄个娶了了伊的查某囝，不难知咧，嘿，我拢唔知咧。啊，去底下讲哇，俊男美女，伊个囡仔不是普通缘投，要求缘投。啊，迄个查某囝嘛，要求水，真的哦。这你讲，你真正讲用平均来讲，台中市的路啦，拄到俊男美女就是他们家。而且他们开一间道会饭店吼，很类似。哎，类似可以去人检查吼，都要组会较好个。啊，所以囡仔向出来吹，我是为着啥呢？为着讲，再次高二，去到开诊断书，我要休学，我读袂落。哦，小同学，你想嘛？看你身体这么好，你讲哦，再次，我身体很不好，我看起来好，为什么叫不好呢？我看不出你可以休学，可以进断书。哟，好了，不好意思讲了，我书包里面打给你看。推出来时间过早，电脑写肾亏了，来电写梦遗早泄，卡生秋嫩，半酒北炉，幽深回甜。黑台湾有一个矿物，你知道还是外星人？我想要跟你搞公司，你看旁边还写一些一滴金三滴血，但是我会不会精尽而亡？这个青春期的囡仔哦，梦遗，伊都想讲迄个是白姓。哦，特别可能嘛，听闻咱海人之声广播，后车头啊，养生容易尽数，食头晕巴，八九百如，腰酸背痛，脚踝，哎呦，夫妻单，这有诶无诶吼，不三不四广播真济嘛，以前都是爱讲骗，啊骗甲出一人去食迄款类固醇诶汗油啊，哎，类固醇汗油啊，食了到底吼，你肾上腺都快做干，那你肾上腺吼有颠倒，分成皮质跟髓质，髓质就是产生。那你就说救命！你到病院来的心中的病，你先把你插一针到心脏，那个叫做肾上腺素，啊，绝那里吼，
那个 epinephrine no epinephrine 这成分，那是水质用的啊。叶皮质分成三层 ：zona bromerosa、zona fasciculata、zona reticulosa， 七杀掉一条国王。那个实习的医学同学，你们听得懂哈、哦？它里面管那个糖类代谢、盐类代谢跟 sex hormone， 它有一部分是管我们的那个男性荷尔蒙安卓腺，它是做那个什么，让它蛋白同化用的。啊，其他的口蹄送那些让你有体力哈，让你能飙。如果那个口蹄送多不完蛋，有玻璃啊，就送你呢，降到弄红黑的时候就是选举症候群，那个酸液量的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春药。哦，你要看你对方大概都算变变变都算调理好了送，啊，降到弄红，啊，马仔酸液无得花开始去走路，身败名裂，真正别机会呢。以前你有活力就是爱走路啊，我来丢人哇。就比如上台跑啊，佮过落去哦，如何吼、哦？所以有人就是咧忙忙讲，加减赚一寡转来，啊，算起有人会欢喜，就是咱的肾上腺的功劳哦，特别来得遐高低爽。啊，你若是久长听啦，就去买遐有类固醇的药啊吼，啊，你这营养对啊嘛，萎缩，伊就爱做工，伊爱做工的时阵嘛，无救命，无救命的时吼，伊萎缩的时候就袂分泌哦。如果你有你吃嘛，比如讲，即款在医学上，你救迄款叫做红斑性狼疮，哦，一寡迄个免疫风湿的病，类风湿性关节炎吼，一直咱有类固醇啊，类固醇是一个好药啊，但是袂使滥用，在伫医疗的方面内底使用必要之二。啊，足侪人惊啦，听到哎呦，美国圣诞节日，吼、哦，面的月亮脸啊，水牛背啦、啊、吼，啊，肾上腺会萎缩，有危险，那危险叫什么？叫 adrenal crisis， adrenal crisis 就是什么呀？你若是咱人吼，然后肾上腺列表迄个肾上腺素，你把就通过放大力气出来。我想细汉的时，像足细汉的时，我伫台北移民来台中，就是伫中华路教的。中华路教的第一位牧师是郭文林牧师，啊，你郭牧师伊是吼一个英国牧师啦，啊，牧师你有一台 grand piano， 像教会也无，教会干哪会讲 upright 的吼，伊大型的 grand piano 伫牧师馆，伊私人的，吼。啊，我说你话，就好像女高音，哦，一开夜高音听，啊，慢慢才讲，有一间退休处呀，魔术馆退休处，哇，魔术馆魔术牛两个人就要把迄台，哦 ，grand piano 跟出来，哎、欸，嘿，你想看你，当然是拉伤啊，更难硬，啊，吊吼，我那阵千人嘛吼，十几个跟袂入，退休处要跟袂入，我要叫关注你再跟，哎、欸，力量来自于哪里？就是来自于肾上腺。肾上腺你若飙起来吼，迄力足大个，但是你若久长食遐个广告药啊，你肾上腺就歹做工，伊就萎缩。有一天哦，哦，即个为着要投票，足侪年轻人都去排那个高铁啦，排那个统联什么东西，排两小时呢。啊，排袂入去，普通时咱气到要死，即个大家欢喜到要死，讲哦排袂入去，吼、哦，你看遐侪人要返乡投票，啊，叫邓宇看了阿妈，足久无看了，然后对后壁讲阿妈，我真正阿妈很死。真的哦，这绝对看得顺哦。因为阿妈就是固定，伫遐咧食即款类固醇，美国圣诞节，哎呦，我那酥酥的吼。哎，肾上腺我都做工，所以你讲用用化学啥时吼，袂亲像阮迄个哦，五五年木梳到木梳了，两个就要搞，不然都没样子跟出来，标不出来了，救命的东西标不出来。啊，咱人哦，真注意，有这个来救命哟，造很多足侪特异功能吼，你想不笑？那个明明五公尺，你普通跳也想给个4.2秒，但是后边是要后来啊，跳过要拉弓球啊跳过，哎、欸，那我力量你做不到嘞。我呀，公司应该告诉老公，哎、欸，我去看亲戚，来帮一些亲戚吼，来帮追灾啦。那是把伊追灾生活袂记，哎、欸，阴啦、啊，阴卡嘞吼，啊，厝内底有，伊有一个亲戚伫来帮，有迄嘛是一款 brand 的片哦，啊，是讲在阴了就害讲。嘛是两个阿婆想吐开老店，哦，你塞，你无从想象啊，那种力量哦，所以咱在身体啊顾好，普通时爱个命，命啊老了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顾好，啊你若顾无好时有车出代志，哎，变成老衰啊吼。好来下一张，下一张吼、哦，要大家看讲，这人奈到底遐呢？哦，这个叫，这个叫 Kimmel-Steel Wilson disease， 要背起来哈、哦。Kimmel-Steel Wilson disease 就是 adrenal gland 的一个错位。规拢出血哦，你看内底，因为伊啊血液流袂出来，相关个四十，哇太难嘞！因为伊就是食迄款广告药，这是一个真个人，毋是多话。在咱台中有一个张玉燕小姐，在十多年前、二十年前，迄个县公庙做兵，
伊的男朋友，啊，伊来会会面会啦，像阵啊会做小二，可能是礼拜日才走。啊，会面了哦，啊，就带去摩铁摩铁路吼。啊，少年男嘛吼，啊，跟成年人里面咯，因都有代志。那也知讲，迄查某囡仔就要甲伊同款，阮袂颔骨硬啦吼，头毛发烧，啊，像上上机，像阵中山、中国甲永中拢阿无，廿几年啊，要三十年，像阵无哦。所以想用外国靠近那个成功岭啊，做边遐吼，就上叫做脏器，脏器的急诊修一排进 ICU 加护病房，死多少？死多少？未来检查的这里边，这整个肾上腺都处于与也白血球旁边都有很多叫做 meningococcus， 叫做脑膜炎双球菌。脑膜炎双球菌已经是法定传染病了。你咱台湾脑看到这款病吼，阮古早拢爱用款。棒球都做 CSF 检查，脑脊髓液插入油管捞出来，迄、那个脑脊髓液可能是浅甲比水较浅，你讲水偌浅？迄、那个脑脊髓液是浅甲足水，迄就正常。一旦脑迄款那个双球菌的迄款脑膜炎双球菌，迄、那个细菌哦，伊会变成高高，敢那偏高哩，知道？啊，看到这款就知啊，无效的。过去要无即好的第三代的迄抗生素哦，真正无效。啊，所以这种是一个法定传染爱国。哎，那啥物，这找你啦，张玉燕咯。哦，这是外国医生，这人为的吼、哦。我们不管他啦，只是我是刚好有这个例子，我大家知道。伊死了，啊，佮七个阿兵哥拢死伫同款内面。哦，有滴是讲咩？有滴台南基地，有人伫花莲。所以唔是讲甲伊做伙才对啦，吼、哦。对，你怎啊唔在想到咱将军用用？哦，对啦，找起来话七个拢过亡。啊，叫过亡了。因老爸啊，就像告迄个十波，做兵迄十波，讲安怎？你把我女儿强奸致死，嗯，我怎啊告法？当然啦，老爸听查某囝无话讲，为着伊十波囝，那底下抄到一张 7-Eleven 的收据去买保险套的收据。啊，这呐、個，我甲即摆台中病院院长吼李孟志教授，以前阮中山的迄家医科主任吼，因为吴志祥因吴啊。贪污外科啊，然后连这种这种提高啊，所以我迄个学弟想去做台中美院唯一啦三个那个卫生署长那么高，进入这里来做，然后哦，爱去做，爱去做。这个李孟志教授哦，他真的是他外省第二代，但是伊嘛足台湾心啦，你就知讲，迄种袂好笑哩吼。啊，我一向哦，我甲伊伫中山出去外口做一番。应招难难想追啦，所以应招就讲，人讲，哎，做到边岗，像你搞应招我就来啊，我拢无考虑啦。啊，你们做嘛是安尼啊？因为我一定要听讲，有一届我甲伊强碰咧，伊妈妈送去伫个咱台中一间，一间叫做林苏路一间教会吼，啊，即摆中台新人伊去迄间啊，哦，迄间足好迄间，哎，妈妈伫安老治疗伫啊，啊，当然就定叫我去甲，即个我即上我上。讲一寡健康啊！我去讲咧，啊，李教授，你哪来伫遮？哦，原来伊妈妈伫遐啦。哦，啊，顾会中间说我煞讲话，讲予哦，这个学弟听。当然，伊遐阵已经比我较早，都已经摕到医药证书哦。所以我也是礼貌上请伊过来做一个 ending 啦吼。伊 ending 甲咱讲一句话讲，咱唔好好强，咱到达七八十岁啊，咱就爱顺啦。咱这个身体袂康就是袂康的。早都莫讲了，那个少年病哦，时代力量出来，咱都爱热闹了。真正袂使，你该强强了。连黄富辉嘛，讲要退休啊，你知道无？听讲要甲解散的。拄我讲到讲要解散，你就知讲，咱都爱热闹了吼。这就是迄、那个。啊，我两个出去讲是，特别是性教育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就是甲所有的机关，不管无论是啊，西主会啦、学校啦吼，拢甲伊对上讲。安全的性行为只有七个字，来，同学，安全的性行为哪七个字？有没有想到？你看你没有认真背起来，叫做全程使用保险套。全程使用保险套就在里面吞起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哦，就算说有时候我们要出差哈、哦，出差个一个礼拜，那你还是把保险套放在你的包包里面。啊，有时候你不敢放，你太太会替你放。当然你不敢用，你到那边再买新的没有关系，表示至少你能够保护生命嘛。因为陈进兴啊、林春生、高天林这三个抢劫杀人强奸犯哦，
伊无帮你刷，伊十波十波拢强干，啊，即卖十波强干的时候，你若有法度紧把保险套拿出来，因为随身携带哦。曾经叔叔我叫保险套，做啥？气到要死，歹势，十波的嘛吼，我尻川生菜花，连病毒感染伊都唔到，伊拢当甲你直接甲你赢，但是一旦伊迄人来掠过，教授，教授你把套上去，有三个好处。哦，强奸够好处，高危嘛就奇怪，哇，这几件好处，第一个，你不会怀孕嘛，哦，这不会怀孕，第二个，你不会裂伤，我跟你讲哦，保险套上面有润滑剂，至少被击尖，你别裂伤，不会停在攻击上的这样子，哦，第三个，你不会得到性病，哦，我跟你讲一关，我说什么梅毒淋病啊，艾滋那怎样，所以卡哦，那跟我说卡先啊，贵公同性恋哦，那个打污名化，哎、啊，原来台湾现在有登山广播登山嘛。所以有好，登山嘛，少的才好命嘛吼。啊，无大志就金牛医对无？啊，妈妈就通，迄个妈妈就发到照顾这个中国来的登山工嘞。哦，啊，伊就啊唱迄条歌，火车到基基桥，五点十分到到板桥，板桥查某水个笑，等来陪某来互伊招，也互伊招。哦，这板桥查某就咱台湾的原住民啊，平埔族的吼，水个笑。所以干嘛登去登山，甲某卖掉，要过来遮互人招，因得到台湾的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个查囡仔，水当当，搁晓得的，真个来。原住民协同，你看，你起码你的屁股，迄个阿妹，伫个比中国个人民大会堂遐哩，哇，唱歌是遐阵邓小平话，也袂甲变啊唱。所谓的中华民国个国歌个时吼，遐阵唱歌得到迄个说中国高干甲俄罗斯讲，嚯，张惠妹。她是台湾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女儿，哦，大家都拍手哎，一场听讲五万人哦，所以杨春贤我袂晓讲，阿尾啊，拄阿扁啊当选，回去唱一下三民主歌，啊，主要两讲话，我较后来讲古拢无变，拢无了，但是听风沙嘛吼，啊，阿妹伊款原住民的爆发力，伊款。冰冰凉凉，哇！我真正给咱看嘞，实在有够水啦吼！包括即个去韩国个十六岁查某囡仔，你看人迄牛仔摆动，去买一块块牛仔像个，那人家的歪，哦，个水个娇个小，哦，脸薄腰瘦，尻川就好看，哦，迄实在是无话讲。所以这就是人性啦吼。中国就是讲伊就是台湾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酋长的女儿，错。伊是老母的女儿，因为原住民哦，伊迄个族，什么族？阿美族族，阿美。对啦。哦，对啦，哦，有人讲阿美族，阿草族。来哈，闽南族就是母系社会，甲咱台湾的阿美族拢是母系社会，所以妈妈上大。所以阿美因兜有讲阿妹妹，绝对拢无讲着因兜的十波的，因十波的吴三小录用，这是真的啦。然后我讲这就是同大家讲台湾，啊，同这哦天主教太厉害。听，迄个说，迄个，哈、啊，林茂利教授吼，演讲，顶下阁专门来台东胡伦社，林茂利教授过来讲一届时，哦，伊才知讲三四年前已经做过 DNA 检查吼，所以这是台湾咱迄种，咱85%拢总混迄、那个，平埔族的，啊，啊，剩咧，阁有差不多10%啊吼，啊，才混着原住民的吼，啊是对南岛来的吼，当然这中间过去啦，过去我只讲是。差不多1624年，迄个年代，荷兰人伫遮引进厦门甲福州来汉文化诶百越的后裔。我们是纲目介属种，种是马来种，啊，属于百越的后裔，即个啦，哦 ，OK， 啊，即讲来回头讲，即要互大家知影就讲，咱伫台湾，即个卡生的较侪，就是因为来互招，无一定大家拢招嘛。哦，你啊，较摇摆较啥，人诶女生做大咧，妈妈做大咧。阿妹，伊妈妈伫外口甲起一个茅草屋会招亲，哦，啊伊十波个臭男生都爱外口吹鼻箫、吹狗鼻吼，啊落去甲安尼，咱讲做啥？安尼丘比特的箭款伊射着，哇！阿妹若目睭来晒一个人，就知影，我讲迄人老感情吼，啪一来电吼，来电暗时啊，听说爱乌云啊，乌云把那个天空，看那个月亮遮住的时候，大家拢看无，大家拢看无去。哎，再去啊！阿 Q 阿妹，甲你牵入去内底做伊个红事。虽然十波人是查某人个牵手，然后后盖自由。你看我，我奈个是我个牵手，什么名唔对？咱十波人是查某人甲你牵入来做头做伊个红事吼。啊，做红事，
因为阮厝边的勒索是安尼，会使甲伊困，困了吼，伊无解，拜了掉，会过来，搁刀亲，啊，搁吹口琴，鼻箫吼，哦，伊就搁欢喜，搁竖一个，安尼就去。哦，啊，但是讲，讲是讲乌云在走嘞，伊乌云搁我走，大家嘛讲啊，伊天气啊，啊，我无机会，明仔所以转去吼，啊，四五个人接着嘛，无要紧哦，等到当时才停，就是有心。大概有新的时阵，这个招亲的游戏才结束。今晚你烦恼啥？十波人，你烦恼啥？囡仔啥的吼，爸爸啥的。囡仔是恁祖妈的啦，恁十波人是跟他打剑的弟尔，种猪嘛。你啥人拢无要紧，我老母啊决定，我老母讲讲起嘛，唔知迄老爸是啥的。但是我老母再要紧，我的决定再要紧，你他妈男人算什么吼？所以第一呢，迄个叫做阮厝边的部落内底，十个人是按顾社口，有些社口就是来，有些做些社，做些社，伊拢在顾派人来，十个口来去共相拍，做做边来用尔。啊，管家饲囡仔，拢是妈妈，所以妈妈诶兄弟上大。你即马结婚的是母姑的坐大位嘛？哦，迄母姑的地位大就是妈妈母系这边才是够大。男生无三小路用，这个等下请你们翻译吼，他们叫无三小路用。OK， 啊，这就是你知影。啊，我不管如何，啊，后来汉文吼较侪人来，这是到个差不多大明大清的时候，才大量。大量来就是大量来等于啥？三步政策。哦，你未使直接到台湾，爱大力来走入山来。啊，入入山来，赶快嘛是爱看少差不多生活啦。所以少的较侪啦。所以你不相信，你去试一下看麦，去户籍事务所一张十五块的影印，甲你对台湾有历史以来的迄个户口全部拢调。哦，大概你开两三百块是四五百块，你都拢看过。内底就甲你的祖先吼，拢写做姓番的姓，熟就是平埔番吼。啊，若姓番呢，像张延宪教授，伊姓番的较侪哦，伊占65%是姓番，啊，迄姓番的部分才30%几，啊，这就是验 DNA， 咱两拢验的。但是咱咧看吼，就知影偌侪番吼。内番咱看人是番，但是人伊真正带来迄番墙啊，番带来迄个会念的。哦，辣椒番薯啊，人伊红毛啊，不然人头发人带来是，伊就说比咱的迄个准备高壁较好，伊就说红毛驼嘞，前面都红毛驼嘞，伊带来是啥？花啊花，花啊带来花，开到拍会倒嘞，哦，所以带来番麦嘞，花啊带来麦玉米嘛吼，哎、哦，你番你都讲了番，你家己嘛是番嘞，咱是平埔番，爱是叫做荷兰番啦吼，不荷兰带来台湾太厉害，科技，伫个400年前伊带来都多少呢？16进位，一斤十两，半斤偌济？有，你去市场哦，你去问迄号做买菜，买菜我送。哎、欸、呀，这两斤换偌济？你看有电子计算机无？无，伊就甲你讲答案。16进位，迄就是电脑。咱今日电脑就是16进位。哦，咱的电脑拢是用这个数字，不是10进位哦。啥荷兰人讲地球，我嘛唔知。加载来叫这个国家把通过，通过了老掉好的影响，啊，迄好影响到脑通分。所以你若看你头毛较红、较 Q 毛、红毛丸的后代，哦，可能你爸爸是古早尊长，多少是老来将吼。所以头毛若较 Q 的、较红的，你来甲我讲啊，咱真正翻两番吼。啊，这个大家知影，后来汉文化人来都无办法，十个人较大，十个人就强奸掳掠，哦，长城谣就唱起嘛。万里长城，万里长城，强奸三回啊，何番来救国？所以。陈进兴、林春生、高天明这三个人，勇敢太郎拢做不眨眼，我也去到倒来，去到方宝方整形外科。那个方医师是我头一次出国的时候，去到美国，一个阁是夭寿的高医生，伊留学英国的，专门做整形，家己阁是做领导。哦，我也知影我是去伊遐，伊叫医生甲医生娘，甲迄个高天明吼、林春生，因为叫做。主教伊来感觉讲，我这型要安怎整嘛？大家拢知影我是啥哦。啊，我甲高天明甲林春生这两个甲做哦整容，整容了就甲医生娘甲医生变掉，变掉是佫要强奸迄个护士。哎，护士是一个，敢若亲像迄款阿天哦，就是助理护士啦，洗器械、洗器械啦吼，啊，读夜校的，啊，所以迄间较歹运啦，伊就管控嘛，伊袂晓，迄人我有甲教，伊随身携带保险套，很傻的。陈进兴叔叔，我叫保险套。陈进兴老师，冲啦！你来搞骗啦，骗我啊！我鬼丁来说，做垃圾，你也知影？坏人也有那个
恐惧迄血，你知道？大社会人常说，说有血，甲圣经内底过去走人来说，生囝了，伊就爱安怎？伊就爱垃圾66天。我想看，对，无至少60天啦吼。啊，若十个个咧，有些人啦，生仔去坐到伊眠床，伊个垃圾30天。啊，若十个个，啊生十个更加是安尼，那生到十个。重男轻女的上早期的迄、那个圣经内底故事吼，查某人啊，包括生出来是查某婴啊，迄、那个查某人嘛不结60天，那无数人就是讲，总之60到60啦，总是查某的两倍啦。哎，偏偏生囝，讲生出来迄、那个叫做垃圾，叫做误会。啊，那生十个就减一半，哦，啊，即款汉文化就是安尼，重男轻女。啊，当然啦，伫咧中国以前是。农业较需要吼，你看即下我足产生拢是农，所以先查甫重点有法度啊耕作啦，耕作啊，所以为了安尼才会较爱查甫的，唔得查甫先查说弄脏，啊查甫弄话弄脏就是我的玉器，你知道？锵锵锵，足好听，啊话夹就破，哦，足无简单啦吼，啊我以前嘛定去讲，比如恁那样足熟，啊足熟的时候。哦，我讲迄话足粗诶，来，你无打是难拍。哦，我讲少年诶，迄两个是见笑个，我讲足粗，但是做吼，你做分着两边咯，哇，伊到要死，你知过去是安尼，即下袂使安尼讲，因为即林静怡医师吼，已经被重，伊重女轻男哦，在他面前要讲女男平等，你要把男放在上面，男女平等，较侪对。哦，还有伊哦，女男平等的这医生哦，起码伊若在场，我就讲哇。你莫打生做嘛，你知道？查某会较大嘞，你别再讲，就台湾查某较大哦。真诶，我爸嘛是，我爸，伊一滴时代日本教育哦，当伊向阵上早是伫台湾银行中行，我爸伫台湾银行中行，伊诶歌就是迄个做迄个桃园空难徐远东无？我讲啦，台中是看袂拢水话，哦，因为迄从属关系啊，所以迄向阵是有做金门话，足车赢啦吼。但是你也知影，大男人哦，讲话呢，我卖我恁爸啦。啊，我妈妈咩？我妈妈是三哥女婿哦，甲李连辉迄个因太太哦，拢因为李连辉的太太，拄啊三哥女婿的时候，就是去台湾银行总行，伫我爸爸去开，伊甲出来了吼，带领他的。我爸爸阁嫁李连辉嫁一回，哦，所以迄个年代故事了。啊，三哥女出来，拢一般教育拢安尼体内话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十個人行頭一定後面三手。今天我陪你攏甲行做伙呢。哦，啊，即款的教育吼，我媽媽攏毋免講，你十個人做你講，我莫話恁爸，我講民族嘛，都比爸啊，佫加一倍。我阿媽嘛是安尼，你看我就是攏地位较低吼，但是我阿公佫较歹。我阿嬷若直接收起落，吼，我阿公嘛黏黏的啦吼。你著知影讲吼，日本时代伊向阵伫日本作国府内底有迄文官配剑吼，迄种文人伫日本的迄款明治维新150年的教育了，因真正有迄个礼仪，有迄个法治啦。哦，底下学着实在，看到强国落来，吼，我被乱弄，所以我食足歹个，我出事伫安龙街，啊，阮老隔壁正平叫调查局局长占领，倒平叫海军总司令占领。我想我阿公，那时到耳仔拢扛下咧创啥？原来得吃牛耳，伊来听听讲，哦，调查局还要掠相。所以像从我爸爸大学的迄个同学哦，叫掠去迄个马场边，日本的公司爸爸就啪，第七个，迄、那个有一个甲蒋介石敌对的迄个北中医将军到，切，不准杀人，你无经过军法公开审判，袂使杀。我爸迄个同学已经吐泡啊啦，像晒像苗，你知道？哎，砰倒嘞，砰倒嘞，停！伊第七个无死，后尾啊，伫台北阁活到70几岁，70几岁过来叫台北人扶持 PM2.5，创个肺癌在了位啊！哎呀，足无彩。不管如何啦，这是过去的故事。互你知影讲，遇到迄个十个人迄款好歹话，迄种个吼，伊就欺负查某囡，因查某囡虽然体力无你遐好，但是伊真正对家庭个贡献。哦，欠家还阁袂乱，所以即摆查某总统来做，你看卖啊，都无共啊。查某总统来做，伊就看东看西，逐项拢会甲你哦。十个人客上台叫做 report 就是报告，报啊讲话。查某人客，伊就是啊，甲你分享哦。伊毋是用命令的，用骂，用底，伊是甲你每一个拢甲照顾到着。所以
迄个吼左脑右脑的运用，荷尔蒙运用无同款的东西吼。啊，这就是要让大家知影，你若是向准，若是查某囡仔要用假的，你要去提保险套出来。陈医师，我这个保险套做啥？你甲骗，用规定来说，伊嘛唔敢甲你讲，因为伊对伊来讲是带衰啦。哦，甲你讲，刚绑着规定的话，叫做带衰，不给咯，伊嘛怪。当然，扣过来扣坏，骗袂过啊，要求啊，过来说啊。拜托，一定要带上去，再给他强奸，也有三个好处，六个好处，你看，第一个不会怀孕嘛，第二个不会得到性病嘛，第三个不会裂伤，那个裂伤缝起来都二三十针，哦，所以你真正不得已这种必要之后，所以我伫中山大学的时候，拢甲同学要求你们，老师不知道哪一节会抽，谁没有带保险套扣分。我一惊要死人，拢暗时啊讲吼，来等迄个新兵伊咧运动，拢无人个是三个同学，一个过外口，啊两个来对把风，一个去买，好去买去走，哦，啊，有一个同学我看过来，伊迄个说铅笔盒来对，啊，多一个教授讲，那同学铅笔盒借我，借个橡皮擦，呼，是啊，我看迄皮保险套伫来对旁边啊交代，我讲吼，拜托恁大人大正啊，你唔是要去讲安怎嘛，唔是讲要做歹代志，你要防身啊，防身啊。哦，包括你有没有随身携带这个叫防烟袋？除了保险套以外，张医师随身携带防烟袋，因为从威尔康餐厅火灾以后，我拢知伊也带防烟袋。你防烟袋哪开开？你敢管伊安怎收？这款的防烟袋吼，你有时任何消防器材行才50块一个。啊，你有法如果天开，头下还有氧气的时，赶快收集氧气，然后套在脖子，在烈火中间，你这样跑过去，没受害。我你老说话了吧？点咩？你知道？八千这边赔，八千啊，八千的，伊就是来弄赔落来个。所以你用这种防烟袋随身携带，我也会检查。上我的课没有查到的哈，没有带扣分。啊，这料一辈啊哈，回忆哦，做起来贵了你啊讲哦，还想好，真正你大嘞哦，你都活在我即马啦。那时候咱两年长隆桂冠的 B two 咧，遐咧聚会，迄人坐到楼梯啊，来放。跟人家输哦，咱家所以家倒你拢去啊，下骹人拢死。啊，你若中防烟袋，你手大嘞，啊，老变数吼，啊，水冲嘞，先不冲个蛋，冲出来，以气就里面的氧气阻我你跑。啊，你若无氧气哦，咱家己拢先安怎？肌肉怎抽筋、痉挛啊，怎昏落去？所以不是叫火烧死，是叫昏昏死。哦，所以这真要紧啊！哦，所以医学有很多奥妙。啊，过去医学啥嘞？医学嘛是足厉害，人家下一张。哦，迄以后吼，过去是安乌罗波西，拢是即款叫做鬼神治疗。来下一张，你知道？哦，就是这样，这嘛是插点啊，你讲，这就是养小鬼，养小鬼吼。这澳洲的无法嘛是安尼，哇，都靠这插插插插插来代替迄个人发病。那有那有法度代替发病？那有法度？足侪老爸老母啊，囡仔就话我啊，我感觉我死，我囡仔袂使我死，无可能吼。下一张，哦，这嘛是安尼，这。这遮拢是张老呢，遐张老爱带这个牛头马面，爱唱歌，甲迄个行歌里行甲里出事第八天囡仔唱歌好听，无囡仔行甲里是会晓会跳，啊，都还伊咯，八步合音啦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咱有一届迄个做世界运动会吼，奥运会，咱台湾迄个歌什么音的吼，因两下好唱的，足好听啦。我若去甲关注明听吼，因为着要感谢我甲义诊吼。印度跟他说：“来来来，再试来，我们唱给你听。”啊，还祈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跟他，我听到来起给我回八步而已，够水啦，不够水啦。所以你有啥讲哦？人家张老嘛是拢安尼，大下囡仔呢，祝福唱歌，啊，拢还戴些面具哦，囡仔呢。哇！在你看啊，唱歌欢喜了啊，咔嚓，已经该隔离行好啊，你知吼？迄犹太人啊，啊，但是后来佫有这茅草屋的医学，哦，话渐渐的可能是石头，可能是啥，都要人开刀呢。迄人哦，开无死算加载了吼，迄种并发症吼，啊，若是较现代有即款红姨，咱台湾的查某做大，查某人嘛会做红姨，红姨就是即种的，类似咱讲的做单机啦，伊会上单了啊，就安尼，天顶的意思啊，就甲你祈祷吼。啊，甲你病咧，啊，伊病咧好吼。即是所有宗教内底拢有即款行为，伫台湾的病魔宗愈侪吼。最好咱人来是有甲即个阿弥陀佛掠掠去。你若无信基督教吼，你即号做邪灵啥物？哇，太足侪啦，嘛烧真侪咧，像说历史看足恐怖吼。下一张，无共款的文化有啥个呢？
哦，你先以为伊话什么射手座啦，啊，即有什么母羊座啦，什么座啊星座吼，伊来你甲问伊拢知影。哇，什么处女座都较孤寡嘞，嗯，我也是处女座，更变孤寡。这个无影啦，大家拢孤寡啦。哎呀，你好高，迄什么座有啥路用？很难的吼。下一张，你家己食过你就知了。哇，啊，过去以前爱人蛇人狗，有无？狗啥啊？像讲哦，我咧讲的迄款后车头啊，中山迄款的艺术嘛，同款，就是甲你吸引来哦，蛇、生狗啊，了后才开始卖伊的药啊。以前我就伫，比如说中华路啊，我看过人，我细汉是中华路啊，人咧卖药啊，咧卖啥？卖迄款叫做头虫药啊，足俗的啦，吼，五块、十块，啊，你就等于真正食食嘛，再虫放放掉，啊，遐阵迄足好用啊，吼。下一场，啊，这吼过去对精神科的病变啊。制约伊，甲借用，还是更加制约床。精神科的患者，讲家己用这八卦车，啊，这个医生都爱甲洗洗恁咯。哦，这是伊啊，互你这边后者，啊，洗到尾来，迄个绩效人无人头甲你拍，你知道？把精神科的病人当作坏人，当作魔鬼附身。哦，所以过去无医效的年代，真正悲哀。啊，遐阵就 OK， 来创作完嘛，哦，死就死啊，下一张。哦，甚至你若搁较无乖，甲你用铁线，甲你钉过你的脚，甲迄个二十八是迄、那个伫派出所森林迄个吼，迄、那个公安，伊嘛是叫警察甲钉，啊，抓去外口八九个，大概上尾迄个是因为伤重，啊，拖落去伊挡不住，啊，才受过淡水河迄边，等暗伊才走起来，过来做见证。哦，伫迄个做阮美书，幽暗角落的哭泣，迄内底做迄个见证，迄个警察的内底迄个天地迄位啥？哦，迄就是安尼，甲你更提速，更诶，你看，这看诶，不是医生，就是向准诶，亲像神父啦吼，来甲你看是，你著拍伊袂着啊，啊，无就规气，滚啊，甲你砍毛分诶，规气啊，拍毛分诶，你拍吼，甲精神科患者拍毛分，这算讲忍住呢，无台呢，用拍毛分提供这做治疗啦，哇塞，起码这款病无人用拍诶，包括来用乖啦，药啊吃吃就好，头脑里面的那些。那跟我说化学传导物质，你知道了就会用的非常 nice， 很有人性的治疗哦。现在呢，哦，当然起码马老弟，哦，像那丹光吼医师吼，伊伫个宜兰吼，甲即个盲人治疗吼，啊，伊当然这种啊嘛有宗教的仪式哦，但是那阮龙华路教会以前迄卢春龙牧师，伊是甲小伟牧师吼，啊，甲挂彩机会迄个牧师娘吼。拢总做工伫山地嘛，哦，不管是迄、那個，哎，因的经验就是讲，袂使，你会使甲患者指导，哦，拢交到上帝来甲医治，啊，嘛来医生配合来开药好食，伊绝对拢袂讲遮过神哦，伊毋是铁铁尔，足坚持的，哦，绝对毋是讲像即卖足侪教派拢干呐靠指导，都像个蒋律师就是安尼，尾下才因囝叫这边看无着，无采访，下一张，迄就是医学上我们知道台湾。那我向阵伫联合报吼，1995年啊，你看偌久啊？报纸讲敢若新单都安尼。迄个九二大地震的时，地震的现场啊，伫保利啊，英总代代足侪精神科医生要了，甲你，互你叫做，咱讲灾后症候群，要甲你安慰，要互你开药，足少人去的。开这个叫做新单啦，叫做受惊吼，吼足侪人去啊。所以你看台湾也不是安尼。亚历山大说：“吼，被那个拜那个偶像的那种宗教传一点吼，现在让现场吼，哦，太极门红道士就该太极门都，民国党没有用的吼，嘛是感觉不好了。我讲啊，足恐怖的。嘿，我咧假设是吴亚兴来搞讲，张先生民国党嘛，我说知道，不玩了两条哎，本来你加入我民国党好不好呢？”哎，足客气哦，足礼貌嘞，伊遐人过来整容哦，啊，干嘛嘞？哦，不用啊，不用，他就离开，拢袂甲你提。哦，够厉害，即个我看讲，伊可能提足侪票，哎，无影，拢无好，即个叫叫听了了的吼。哎，这讲的内容吼，太极门道士甲向尊的迄个妙天法师啊，甲迄款拢是即种的。啊，甲迄个是宋七力哦，显像馆，宋七力说他能够，有迄什么显像哦，伊的相会发光哦。哦，足侪信徒都讲我先支付5000块，你若买，后盖甲我讲，我卖你500块都。迄个重复曝光，我着一张相，我更过发毛咧。啊，讲迄个我叫，啊，我也大力指说，你甲做迄个形象，迄个出个点击。但是到尾啊，最不欢迎发挥跟神，最后定念迄个叫拢无做，因
宗教讲的你要相信是你家的事，所以这几家你给我骗的是这只是最好的春药，几家给我骗啥骗啥骗到这次哦，拢总骗来了，我都不骗了，像少年人这辈从时代力量开始，伊就无咧甲你信这套。我甲你讲，甲你规日唱的，甲你讲有九二共识，一中各表，你现在连共识都没有，一中还不能表哦，差太济了哦，下一张哦，所以咒言咒语的，而且这第一下凶降太罪，啊，啥那有法度会兴？包括有一部分的汉字哦，即摆你也中国以后大学栽培出来汉字，伊爱先读四年的西语，因有法唔呐？但是遐人嘛足出名，百分之差不多90%，尾仔拢过考到中医师的执照了。第二年满就使考西医的执照，尾仔拢转西医。哦，伊才讲叫中医助跳引爆百战加走吼，要讲道理讲袂清楚吼、哦，所以咒言咒语不好。下一张，啊，这是一张四百年所有的伟大人物，包括希波克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吼、苏格拉底都在里面。哦，这张刚才这张内底的人物，每一个人都有名，拢总是大学院吼，迄、那个年代的遐智者，就是希腊文化加向着罗马文化。希腊甲罗马是咱会使讲近代史吼，还是讲这个两千年之前差不多对亚历山大大帝吼以来，啊，甲耶稣出世迄中间上精华拢伫遐，迄中间的迄个地位地价拢伫迄个时阵出现。所以这张图是会使讲一两点钟，今仔袂讲吼，下一次。啊，你西洋吼，西洋的迄款，我说星象学，你看雷哥叫请拍着，因某 Nancy， 哦，都相信咧星象吼，哇，都侪亲像啊，甲咱台湾同款，都会去相信遐有诶无吼，所以查甫都袂使安怎啊，面床啊摆落好，啊袂生，我拖厝边隔壁，嗯，啊人敲这面床更吉利了，我还是老爹。我奇怪，较好用，啊，妇产科医生都较买较侪钱啊，啊，垫片，啊，都免做口，都免去做流产手术啊，啊，什么大神经大条，然后闹这种，那是黄体素不够嘛？那、啊、怎么可以这样乱讲哦？下一张，所以毛心象学，哦，咱基督教的迄、那个基督教会的会友吼，迄、哦那个查某人足虔诚啦，伊进前要甲耶稣同款，要超过40天，已经变做白骨啦，哦，因阿困伫边啊，我吼。叫参观，叫参加活动，人喺啲祈祷，祈祷40天，你想敢会使安尼？未使讲八拜啦，所以即款咧吼，你若教会信徒也阁是安尼吼，下一张，哦，所以这上要紧。统计学甲咱讲，台湾民众伫民俗信用的迄个医疗内底吼，你若化病未好，33会去算命，抽签21.5%，看风水8.2，安太岁27.2，要看看新年到。哦，光明殿、安泰水拢咧布设啦吼，解运啦、6.1啦，寿星25.2，找当机，哦，当机甲徛啊，两个都来甲你骗吼。2.4进香5.9，无想到迄个做啊，当过票啊，伊啊进香是规阵拢去对无？来你看科比嘛，得人慢慢啊行。啊，伊生啊 ，stupid， 哦，安泰神啊，看无，啊，这是世俗如何来？这拢是安尼，因为惊嘛，伊唔捌，所以读册，愈读愈册。虽然咱感觉讲读书足辛苦，无读袂使，因为读书是累积前人的经验。你咪阁行迄款，拢是错误的路。啊，你后界说，你研究吼，亲像做出伊顶界副总统的迄个搭档是一个呆呆，公共卫生的教授林什么会，迄个你知记了？尾啊对美国甲调倒转来，迄个姓林的，咪三早上都了，啊，迄个来做伊的副手，啊，迄个医生是杀死的时候，伊的论文写啥呢？伊去研究。SARS 的原因，咱就知讲是冠状病毒嘛吼，是用上呼吸道感染，啊，你后变成啊 ，typical pneumonia， 我说非典型肺炎，中国我说非典，哦，后来对东莞遐变对迄、那个香港，啊，迄就是迄个中山医学院的教授叫做刘建伦教授，伊想讲不抓下来拢真嘞，哎呀，非典已经被控制了，水兄，哪有哦，很凶，喂，压力了啊，香港嘛沦陷了。哦啊，沦陷的是，就是迄个刘建伦教授去到香港，啊坐迄个电梯，迄、那个电梯是，哦，我说金华，像咱金华酒店一般一级的五星级的，那也是坐伊来滴，一咳嗽那个病毒，哦三个美国人，四个加拿大人，加起来26岁香港青年拢中晒，哎、啊、香港青年当然是跑到威尔斯亲王，威尔斯就是因为查理王子也没吼，那是亲王医院。
那个医院旁边有一个桃大花园社区，那个小护人就是因哦，跟当然管一下小这个，包括医护人员。结果呢，你知影我咧当听的时候，来用力呼吸，来咳嗽，来用力用力呼吸，抓抓，你叫病人拢撞伤，就像咱台湾和平医院。六个医护人员哦，林崇威医师、林宇翔医师、陈进秋护理长，六个人插管救那个患者，喷着水管俩，大概拢死。六个年轻人拢死。那个林崇威医师哦，伊爸爸就是马江啊，马公医、马公中学的校长，伊太太就是张乐。迄陆张乐伊讲哦，阮囝哦，死了所以拄啊对迄要么是隔离病房的高楼，伊讲他们开要甲做，伊要伊嘛要死。再过一个这优秀第一名哦，实习医生里面第一名的，伊的班队嘛，马盖伊安尼两下都摕迄个看板，迄囡仔人写的字你可能看过，写一个爱，或一个心，啊，或一个这个优啦，哦，第九个阿辉，外口女朋友嘛，女朋友也写一个爱，一个心，一个优，再写一二三二，你拢知影什么意思？二，哎呦，拢知哦。我是 LPP 网站，原来是 I love you too。第九天啊，那才第十天，肺浸润 infiltration， 肺 fibrosis 纤维化，吓，基本都未救，基本都未救。迄、那个病在变到规大妈妈变坏吼，咱这样说啊，林伟雄啦，就是林伟雄教授，伊喜欢去香港研究，伊讲啊，你坑人啦吼，天上飞的除了飞机，地上有脚的除了桌脚椅子脚都吃。哦，因为满汉全席打拢只狗哦，狗甲夹到都话中间头壳骨甲切落去，啊，活着哦，用地甲插去，叽叽叽叽，我咪想到只，你看斩尽良欢哦，香港人打拢做我无骗，结果咧，伊就讲啊，迄香港人哦，甲咱黄安呐，黄安即个叫起你，比以前你台湾做这部戏，我中国的女人呐、啊，没有贞操感，哦，随便跟人家睡觉啊，那个像妓女，哇，伊有诶用提出来吼。啊，林伟雄教授就用这一想，伊讲啊，可能这 SARS， 因为像说他们讲 SARS 什么观念呢？就是广东人哦，性太泛滥，所以他不戴口罩，那大家都戴 N95 口罩哈、哦，包括像阵的陈建仁啊，去 WHO 然后戴口罩啊，迄、那个那个艾滋病之父哦，迄、那个 David 何大一博士，对美国也请进来，啊，佮后来做台南。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那个赖什么赖明昭教授，伊号做冠状病毒之父，拢叫伊回来，因为咱桃园机场礼拜四，伊两个拢无戴口罩。嚯、哦，咱的机关局，咱卫生署惊到要死，喂，拜托你们两个要当示范呐、啊！因为那时候已经挂起来，啊，我甲李孟之教授，我飞去到那个去控制那个了吼，那个啊，伊无戴口罩，啊，咱卫生署会惊嘞。你讲嘛，我美国又不是疫区。美国不是疫区，那戴什么口罩？而、啊、你台湾有来讲，我出境再来戴。啊，但是记者不咧甲翕，所以因不得不了，赶快拿起人家给他的口罩戴着，还想走进台湾了。啊，不呀，陈建仁就是咧，伫台湾的时候，杨建义定，涂启哲为了田二兰事件，哦，小镇啊，卖包子的小镇，讲哎呦，跟我那个同性恋那个卡拉 OK 唱歌那个涂，他说他是涂医师，他管医师跟那个护理的。全国管医师护理的就是那个姓涂的，哎呦，就是讲他有涂姓氏，为了这啥事？人事主任、涂主任，那个涂是屠夫的涂啦，阿妈是涂嘞，阿弟阿妈咪用干爹，同姓的蒙来蒙去，唔知我会想嘛？啊，为了这涂姓氏吼，你话伊接触人就话，因为像阵吼，有拄着许种不正常事嘛，所以伊就叫接触，但是接触他就讲听，是嘛？那个李庆安爹咧开记者会，迄郑小弟还在那边讲废话，嚯、哦，叫人家这都变一很牛。打黑郑小弟说，请问我是不是那个你讲那个卫生署里面最大的信徒的？哎呦，你讲哎，啊不是呢，因为你人不怕暗哦，蒙来蒙去，进来进去嘛，知我黑人神都三观。哇，要是你现在很在，就恐怕就厉害，马上就哎停止记者会，马上道歉。你看这个李庆安，那时候我被我杀了一双重国籍。哦，够苦啦！这边人我都苦，讲到这我也苦不了，下一站，哦，这宇宙观啦吼，这是咱人啊，这卖管这上心，下一站，至少咱知讲咱人的人生嘛吼，西医的治疗、传统医学治疗、民俗治疗，拢有一部分款的方式，话紧，下一站，下一站吼，无搞因的，迄有时候搞因的方法啦吼，
释迦牟尼嘛，我都安尼用念经病就好，迄种方法才会当。啊，这都咱有儒教啦、道教啦、佛教，啊，也形式拢无同款啦吼。所以道教、佛教拢难做会。啊，这我是较详细的记载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就好啦吼。下一张。啊，因为阿弥陀变做某种的气功，啊功，哦，迄就是叫做用气功，就是会使甲伊治病，无遐费劲。哦，迄只是一个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啊，单单讲。啊，这礼拜你讲，十几年前哦，伊迄个血的代志吼，这我这足早的，将近十年前的报纸内底。尾啊，林曼丽教授才知影讲，伊做的 DNA 检查就是对我三十年前有一场演讲，我是拢用迄款咱的文化咧讲，啊，伊像过去像咱做 DNA， 啊，再变做今仔日迄个显学吼，下一张，哦，气功甲副交感神经这严重影响，把人证明看到鬼，嘛是拢副交感神经的作用，哦，真多啦，这太深的道理，不会互大家知影一些吼，下一张，哦，当心器官录音啦。哦，念念有事啦，去安尼用迄款变化啦，当医甲你讲讲，出一人鬼啊，才变成精神异常的后遗症啊，惊惊鬼，惊惊鬼哦。下一张，哦，这是阿姨啊，阿姨就是妈妈做大，所以十个人徛到边啊。哦，妈妈没工作，都爱念念念有事在起动，是不是？倒伫涂骹向阵，叫汉文化的人来台湾上骗算，就是你走人吼，会使脱衫脱裤。念念的烫衫，那么包括厝里顶的，啊，伫迄个时候，客也住到西营区，所以迄个针叫做环波针的，环那大环波。啊，伊都真正遐做变波做，伊足浪漫的，干阿妹，即摆伊在遐穿衫，过去拢咧穿衫，走人穿什么衫？我来做咧，互你看到，脸啊已经大，就是变互你嫁啊吼，啊，你个囡仔种啊吼，吹鼻箫，吹口笛，哦，还足自然咧，无阿扁啊，去迄个时候都是国家。那国王诶，所有妻妾拢帅跳舞啊！阿扁哦，阿扁迄条歌哦，我迄个国家最高判被判啦吼！哇，迄条歌嘛是向阮足兴诶吼，我有人目睭都扎起来，拢对拍个头看吼，真是哦！啊，过年汉人就是用这个木火土金水，哦，甲你配上天干地支，天干的加一点零五级更新的地支的之所以抹成是卫生有需要，然后助跳银毛把咱打造我顶日讲经典了，真。拢用这款物件来讲，讲到尾也是紫微斗数嘛。所以算命是做半边耐性，安尼先五足侪人，所以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长陈立夫后来死，因囝来接的时候，伊换官，明明中国医药大学袂使换，讲走去中国啊，去中国换了死在中国。中国医药大学我有认识，我认识的迄个前社长 Robin， 伊最近才换官 ，Robin 就是文茂新台伊骑单车嘛，我甲牵到伊骑单车去甲冰岛西几国。去到美国西几国，你看辛苦有差无？陈瑞斌医师啊，啊想创一个外观，甲美国咧读册的查某囝叫转来台湾，免去了一下，将挂一盘外观爸爸，即摆有救牌。中国有大汉有法子做到外观，安尼唔做，陈立夫伊迄阵无是啊，拢靠出中国文化。以前哦，咱那个戒严的年代，未使摕到中国的迄个汉医册哦，伊那边打电话去中国马上快递就寄到台湾，寄出来迄个通匪。所以包括大同电工老早就去遐卖啊，啊，咱吼拢讲骗假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相信这个中国文化，哦，这就是洗脚啦，耶稣讲洗脚，洗脚就是全部拢洗好，最后洗脚，洗了伊就要结婚吼，不管这个男生是怪老头、臭老头，哦，反正就是净身的意思吼，这就是开始有了卫生的观念。下一张，哦，啊，以前破防，啊，破防是比赛哦，但是。倒也无来，倒也无来，把你倒掉，抱落去，囡仔救出来，老母也放互死。哎，啊，有啥未死呢？因为啥？头壳倒掉，啊，你未挨个上大声，因为把你拔掉了嘛。啊，下来吼，血拢变头壳，所以拔落来时吼，哎，头壳无出来，安尼阁活落，我都陪家己养过呢。所以他发明帝王切开术 ，cesarean section 吼，我会用产前哦，袂严，严袂出就死啊，对不起啊。啊，那阮厝边的世界是安尼，那迄个囡仔生出来，互你有难产，老母嘛死出来好死，因为迄个不吉利，可怜。那即摆剖产都无这代志，下一张。哦，啊，这人体保护的淋巴系统啊，光靠规定上对，很快的来，每次点一张，很快给你知道说有好多的那个怪异的吼，海勒氏方法啦吼，发过来。我爱治疗啊！我咧讲人安尼，爱整形整个睡眠都身体好吼。流电疗法啦，大蒜疗法啦，
宝石金水疗法，迄种会骗钱的。下一张，哦，漂浮疗法，漂浮疗法我还相信，因为你若发到开钱去一个较好的漂浮，放松嘛 ，relax 嘛，吼、哦。来，蔡英文很需要这样，不然他会压力太多。下一张，哦，啊，费尔跟克莱斯会甲你敲，啊是家己吼，甲敲过来，啊过来，下一张，哦，地球啊，哦，去弄病，弄完发泄你嘛，然后这还可以，下一张，哦，哇，强迫疗法，哦，讲你的骨甲你拍落去，你的骨头就好了。吃好都无不可啊吼，啊，酷癌疗法、咳嗽疗法，你若一日少，哎、欸，咳嗽有点用哦，无来无去，你看，加护病房呼吸治疗，你叫你咳嗽，还是排便有哦，啪啊，便便叫你，想讲你吸不了药，不是，那是叫你给垃圾清掉，肺干嘛膨胀哦，所以这还有一点意思哦，心理疗法最好，康水，通疗法，哦，我好等，给你扩筋哦，手环，啊，你就是什么同一组的肌肉，然后关节内好，真好用。哎，一届五千块，我算你五百就好。你下个老板，我摕一个铜的手指，一个五百块，乱来嘛，是不是？哦，颜色疗法还有点道理，颜色在手术房一定要浅绿。哦，你来手术房都用红色，当然以前魔术改以前混斗。哦，哎，比赛然后这个还是有意义的。认知疗法在想，你家己认知我是欠费，我是最认的，你家己就要反馈。哦，认知哦，下一张。这个生理回馈，这个还有一点道理哈、哦。下一张，沐浴疗，沐浴疗绝对好。如果爱成功，就是有公共浴室、够下水道、污水处理。如果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变做一个健康，所以罗马话都通的澳洲七千五百年，不是没道理哈、哦。下一张，哦，被治疗啊，你天然一滴干对对对干斗鸡眼，啊你不来去掉那些情绪就不会了，你把心理疗法哈，骗人的哈，哈巴哈花疗啊这些药。还有就是香草了，来下一张，你看这么多花，我、哦、什么灰什么灰哦，哎，你灰我也不管，放在旁边，啊，你也明明都看淡嘛，哦，你得紧张就好可能，薰衣草听讲是催眠上好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哦，啊，你可以第一泡泡里面嘛，袂歹啊，芳芳，我嘛吃一寡维他命 C 哦，下一张，哦，亚历山大四法就是挑灾，挑卖外国起手，外国起手你懂个优生贵的，哦，这些东西用创作中医啊，一种流派，下一张。自我安置当然很好，你每天拿着镜子，镜子魔镜魔镜，看一下最美丽的是谁 ？I am， 那刚才够用睡的，今天我超自然疗法，这是性功疗法，不要乱用，乱用会害人。下一张，哦，金字塔疗法，我金字塔来这些种子，为什么都拢哦未害？听你讲啊，你有去纠结无？我要回家哈，下一张，哦，神力治病，哦，这是贵贵心寒疗法。可以基督来帮助啦，唔好讲讲这个包山包海。下一张，远隔疗法，远隔疗就是迄个隔山打虎的陈进兴啦吼。我拍落去，玉山一只虎已经死啊，无你求证嘛，对不？不要了解乖哦，咒语疗法，你个人啊就做法，讲看到杀出宝毛，毛子拢爱死，结果就解就该相死，咒语不好哦。下一张，进食疗法、信仰疗法，这个要很小心哦。下一张。那你呀，对你所不大秘啊，就是两河流域，请问哪两河？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长江黄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哦，才产生人类最早的文明。下一张，哦，不是鬼压床，是睡眠麻痹。哦、下一张，这不用大家怎样哦，这嘛是相生相克，汉尼也讲法。下一张，哦，阿拉伯都跟你讲噶呢，哦，跟鬼牛关的，啊，早人鬼经都跟鬼牛关的，那呢，大家鬼经拢讲一讲，变作人看。不可能嘛！大家不可能，那我不可能会潮汐的影响力，胡说八道，他会用假医学啊来跟你解释。下一张，哦，这个主人该让天涯公开主流引爆。下一张，很多了很多资料啊，这样最好大家看韩国的牧师，查某牧师，伫建会有头前，甲迄已经有生了的人的吼，啊，你叫病人开刀好，伊不是手甲你插落去，啊，该叫落去人有影出来吼，他遐阿弥陀佛阿弥，下一张。韩国啊，韩国足惨的，拢里面我亲像背拢流出来，人嘛流出来，当然有引流啦，但是足痛苦的，嘛这嘛痛苦。啊，你家己嘛危险，万一看到有旧康病毒，啊，搞什么细菌的造影咩？下一张，哦，真正有手雷布，下一张，哦，这韩国不输啦，两万人啊，冲入下一张，反正拢记忆有，我教你看动画片，啊，我啊冲袂开，加多嘛，给你插落来，给你拽，人嘛会出来，啊，你若还住一晚，下山啊，哇，送去便宜嘛，对哇，下一张。最后你看，医生都来来得及，把就该切掉。哦，又讲残忍，下一张，
哦，冻入去吼，啊，这烫伤八仙，烫伤伊，甲你呼呼掉，讲伊用安尼祈祷就好啊咧。哦，是来讲，老母嘛哭，囡仔嘛哭，大人嘛哭，啊，干那牧师袂哭，真诶，我骗你，啊，冻冻啊，这大人大正十步都哭。啊、我哪个人叫冻着我就喵，啊，其实有哭，看我艰苦，是来讲，哦，冻啊，手来喵来喵，啊，人嘛出来，是来讲，啊，这乌咖啡已经有搞到这咯。我再弄这两条，你看下一张，哦，真了哦，来下一张，弄会弄会，哦，下一张，哦，啊，这条回右嘛，一回右嘛，咧，哈利路亚，我讲这就是讲，历史上有很多东西都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关系，你肾上腺好的利用，让它有勇气来对动，包括健体对动嘛，赶快，那就是不服输了，弄一点改变，啊，你要服输，你就叫胜利，哦，遗憾又完下来，啊，有真侪是骗局。啊，咱无听真侪款广告，健康的医学，伫医学教育内底走，啊，那迄胡说八道的算不要了，好，好啦，今日讲遮，我到机会再阁继续。感谢敖山豪的金秘书，我们赶快啊！